其实首先我要非常就是开心的是台北郊区在暌违两年之后，在众多困难下也是决定了办理这次的台青，然后这次的台青其实有非常多的像是那个朝圣地的体验，还有我们修会的体验，然后在这个其实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些体验然后移动的过程中的小任务活动，就是因为我们有听很多那个嘛修会还有圣人他们的在那个自己爱德方面以及他们的价值方面的展现，而我们在听了这些价值这些故事之后，我们也有小任务这个活动可以直接的展现他们的价值，就直接 实现这样子，所以其实在这次活动的过程中我对这个是非常的印象深刻。这其实两三天下来有体验去过四个这个教堂，在台北的教堂，然后也听到了五个的这个圣人故事，那其中其实蛮印象深刻就是在古亭堂那边的一个体验，就是有用戏剧的方式，以及呢工作就是主办方呢特别用心的做了一个小小的展场，就是让我们体验了一位圣人，他叫做呢内斯公沙格，对，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圣人，对，他们用降生是让我们去体验他，他在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家庭的背景呢，他那时候想法怎么样想，然后透过展览也可以了解到说，他是怎么样的时间出生啊，然后还有他当时听到外面的一些不一样跟他不一样想法的人，他是怎么样去做一个想法。那再来第二个点是修会的部分，对。因为其实从小到大也遇过很多的修士修女，但是呢其实都没有真正去体验过他们到底修会生活是怎么样，所以这次刚好有这个机会呢就体验到了这个修士的生活，而且在晚上共融的时候呢也听到了他们的故事，所以呢这是我两个印象深刻的地方。